座椅加热蒸发水被我干出。啊，太惨了！他这个车应该没有座，那车没有座椅加热，没有座椅加热，牛逼很牛逼很牛逼！我现在把窗户打开吧，一样可以蒸发水分。太阳这么大，把空调关了。太阳很大，现在。直播在那个去叫什么南曼机场的路上吗？啊，新主播哈，新主播哈，大家可以点点订阅哈，新的哈，新的哈，我们才播四天哈，五天哈，粉丝一个一个涨起来的哈，我们后面会做节目，每天主要是蹭吃蹭喝蹭玩哈。主播是一个热衷于各种极限运动的一个东南亚流浪者。憋得我要死了，我靠，你们看到没有，好塞车。哦是好了，恭喜我们今天绝逼错过飞机哈。这个沙漠跳鼠又是从哪里赚的？这个沙漠跳鼠又从哪里来的哈？你在主页看到我了吗？不小心又被你发现了哈。